像这个 Northeast Map。好，那现在先请这个 Vincent， 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联合发起人，来讲一个这个 Northeast Map 的一个项目。好，谢谢啊。很开心今天能跟大家分享，我是对 Vincent。对啊，我觉得 Pili 刚才也讲得很好，因为刚才的那个项目我也自己也有做，所以我也想分享多一点点。就是刚才 Pili 提到，其实很需要那个 designer， 也很需要那个 promoter， 对不对？有这两个不同的重点了。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项目其实到今天是还没有结束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自己是一个developer， 我觉得我做完了功能都完成了，其实就 OK 了，然后就放上网络，然后 hackathon 结束了，然后他就会自己去跑，就会有人去看。其实大家都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弄了一个网站是很难，他马上有很多人来看的，我觉得。所以首先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那个你的 audience 是谁，你的那个听众是谁？就是比方说你找一个普通的使文，其实他看这个东西可能很 visualize， 但是他还不是很明白到底你想给他看什么，对不对？因为本来的那个 data 是很跟那个 census 有关，就是很多jargon， 有很多专门的俗语，就不是那么好懂。然后他也不一定有兴趣自己去kick 那么多 filter 去看每一区到底有什么啦，就是哪个男女的比例是怎么啦，就是这种，就是对什么人最有用这一种 tool， 就是哪种 researcher， 哪一种学者，那个 academics 的人，他们就觉得他真的现在可以比较这个地方，对不对？还有就是一些journalist， 他们真的可以去 tell 一个 story， 去把这个图发给人看。但是你找一个普通死文去看这个东西，就他不一定会很有兴趣啊。所以因为你大家都知道，上个人其实喜欢看什么报纸，就是苹果日报，对不对？他们喜欢看的是东新闻，所以你这个你一看就知道跟那个东新闻其实差很远，对不对？你首先要很主动去care， 会主动去找那个资讯出来。所以做到这一步，其实我们也需要回去找那些 designer。最近我们就跟一个大学的那个 designer 合作，就是他们在看，他们其实在找一个功课来做了，然后他们就看能不能把这个变成一个比较公众好懂的东西，比较就是像一个 infographics， 大家都可以容易 digest 的一种东西。然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 role 就是给他们一个想象，因为他是 designer， 可能他很了解大家怎么样去digest 一些 information， 但是他不会知道原来香港有那么多这样子的 census 的 data。他们也不会知道原来可以怎样整理，还有原来那个 website 可以怎样去 visualize，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新的东西。所以对他们就可以从那个 design 的角度看我们做了这个之后有什么difficulty， 有什么 challenge 让人去了解的，然后他就把变成一个新的 prototype， 然后我们又是 coda， 我们把那个 prototype 做出来了。就是 kind of 一个iteration， 就是我们先做一点点东西出来，然后给大家一个想象，给大家知道香港有这一种东西，然后但是还没有结束，就是我们真的会再找不同的人，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之后继续做下去了。对，然后把那个东西做下去之后，就是刚才Pili也提到，就是我们找找人去 promo， 找人去写文章。这边其实有很多的工作，这个可能你把那个东西做出来只是跨你大概那个三成的时间，甚至很多是后面的东西了。对，这个也是我自己参与这个项目的一个角度。对，然后我另外也做了一个项目呢，就是叫做新界动笔地图。因为刚才你那个Gazetteer 就是一个比较data driven， 就是你后面就是说有一个人口普查，然后就有这一种 data， 然后我们就把它visualize 说出来，但是它本来自己不一定有一个fame， 不一定有一个 story， 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比较社会有比较正义的那个主题了，那些就是香港政府想开发一个新界的地方，就是比
跟这里比较近的那个哪个地区啦，就是深圳在这边，然后新界就是上港跟深圳连起来的这一块，就是这一块就是新界，然后他们就打算在这几个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城镇这样子，然后他们这个计划其实做了很多年，就是在上个违规之前已经开启了，但是到了今天就因为很多原因就很多争议，大家都觉得这个计划很有问题，有很多疑问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找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story 了，我们知道公众对待这个这些资讯是有一个 question 的，是有一些问题想问的，所以我们就这个议题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它本来其实是怎么样子的 data 呢，我就可以到那个 GitHub 看一下。对，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争议，就是因为他们的资讯其实很不公开，就是他不停的跟人说，就是这个有可能有40%的土地都是用来开发那个公共房屋的，就是香港有那种政府出钱去建立，然后比较便宜的那种房屋，但是最后发现就不是这个回事，大部分都是让那些私人住宅去集团去建，然后去赚钱这样子，所以就很多人觉得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开发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这里有一个那个高尔夫球场，就是那个是有钱人去打 golf 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然后他是用1块钱，就是港币1块钱去租给他们去打球这样子，然后现在我们说是要花几千万去买回来这个地区，就是这个叫平分的地区去建那个城镇，要花代价可能是几千万几亿，但是那么人就会问为什么大家不可以开发这个地方，你用1块钱就是买这个土地回来，然后就建你的那个新城镇，但是你要花那么多功夫去在这边去建立，对，这个就是其实是很 valid 的一个问题，然后因为大家如果没有这个网站，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地方有多大，对不对？因为香港其实都很少人就是比较少人住在那边了，香港很多其实住在这边的地方，他们对刚才讲的那个土地是没有概念的，他只会听到就是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他只会听到政府要建立一个地方对啊，香港真的很少土地，然后要找个地方去建房屋给人住，但是到底那个计划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就我们就做了这个东西让人明白，对你的那个问题是没错的，这个地方真的很大，这个地方有那个170公顷，然后现在政府买了这个地方的只有165，还有里面有一条河，其实能开发的地方只有100，相对来讲他们就不用去看那些很讨厌的那个文件去找这些答案，这里已经有了，就是他们去不停的谈到底那个公共房屋有多少，到底是那个对这个工人这个公司人的房屋的分布到底是那个6:4还是4:6，就是这里我们也把它那个答案找出来了，就是你看见是公屋是大概40.9%，然后这个私人房屋是51.65%这样子，就其实这些就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其实应该不是应该很明显有答案的东西嘛，不是政府应该很公开很容易去每一个人去知道的资讯嘛，但是就发现要其实没可能，你可能还要去那个自己去看那些立法会的文件，然后自己做一个自觉，然后才能找出来这些答案。如果你直接去看那个政府的文件，就是还要比较难搞，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是他们有一个立场他们其实就想你去support， 想你去赞同他们去发展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拿出来的书籍还有他们写的那个文章一定是有一个立场，然后也有一点偏颇了，我觉得，所以大家都会觉得那个
就是整件事情很不透明，然后就也不会对这个政府去顺应，就是有一个 trust 给他们去做这个 policy 了。对，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对，然后你在这个地图呢，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网站，首先你可以看到到底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就是有一点像那个游戏的那个三国志那一种游戏，就是有一个故事的这样子，你可以点来看，就是你慢慢。首先，你可以知道这个计划是十多年前已经开启了，90年代已经开启了，然后你可以知道他们之前也有那个资讯，然后那个为什么有那么多争议，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些官员说过的是什么东西，就你可以先有一个故事，然后你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慢慢的看，找出你有兴趣的那个资讯，还有新闻，还有就是真的那个政府官员他们就是那个规划的部门，他们怎么打算去规划这个土地，你可以有多一深层的那个了解，这个就是这个散步的目的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是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那个 developer 找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严厉去把一件东西做出来，但是其实做的时候是需要很多不同的人去配合的，比方说我们这些资料，我们其实要找很多比较懂那个规划，就是水费还有比较懂土地的人去看，因为那些资料是就是刚才提到这些是有很多专门的那个jargon， 还有专门的资讯是正常人看不懂的，所以我们就很需要那一种cross discipline 的合作了。这个也是我们CoverHK 弄了一个 hackathon， 有一天然后就大家就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但是有些人是不懂 coding 的，然后我就懂 coding， 然后大家真的可以参与这件事情，做一点东西出来，就是规划的比较好的规划的人就去看那些文件，给我们意见，然后我们就真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我刚才提到有一个这样子的文件，不过网络可能比较慢看不出来，但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其实是怎么样出来的，就是本来 Google Map 没有这个，对不对？本来是这样子的一个地图，然后我们去那个规划的部门去找那些到底他们打算怎么样去规划的那个图了，本来是 PDF 来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overlay 上去的这个图了，其实本来是一个 PDF， 还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PDF， 这个图是其实分在那个 PDF 的不同的页，就是第一版是其实是左边这个图，然后第二版是左边这个图，所以我们首先要就是我们在那个区地啊，就是把这个这两个图先用那个 Photoshop 去把它 cut 出来，就是我们很痛苦的就是把这个找出来，然后第二步就是很痛苦的把它们拼在一起，然后第三步就是其实这个还没有解决，因为它那个图是没有 coordinate 的嘛，没有坐标的嘛，所以我们第三个步骤就是很痛苦的把这个刚才讲的那个图 key 在这个地图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说没有 open data 的那个代价，就是我们这个本来应该很简单，就是政府做这件事情，把这些资讯放在一个比较好用的地图给我们看，但是现在我们花了很多就是 developer 还有很多公众的时间去做 Photoshop， 然后把它放到这样子的地图上面给人看，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痛苦的那个经历，但是我们就觉得就是因为那么痛苦啊，就是那么你还可以想象，就是其他人一定不会看啊，一定不会找那些文件去看啊，所以我们这件事情也还就变得还有必要性嘛，就是还有意义，就是我们相信别人不会做那些事情去看，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变得容易一点去看，就比较多人去真的可以了解这个计划的后面的那些事实，就是这个散步的一些故事，对。